其实原剧本里面是没有人喊倪大红老师叫老爹的，等于这个老爹称呼是我起的。老爹喜欢陈淑婷这个姑娘，是因为这是一个有脑子的女人，是当徒弟在培养的，所以我才会给她起了老爹这个名字。片子播出来我才知道，哎，大家都叫老爹了。就所以我跟那个大红老师就是说，我说，哎，大红老师，这个地方我想处理成我们是父女关系，可不可以？那老师来吧。然后就特别默契的，就是我走过去啊，老爹，然后就这样。